晨间新闻，新华社报道，华米公司于昨日宣布成功研发出了编剧人工智能。据悉，此项科技融合了最新的大数据分析技术，通过学习故事，从而创造故事。而华米公司于今早发布微博称，此项技术将很快和大家见面。维利，你有一则来自副导演的来电。喂，周围啦，啱先嗰条新闻你睇咗未啊？嗰、那个你之前报名参加嗰个剧本投标咧，方实同我讲，你已经可以唔使参加啦。导演，机器写出来的东西能有灵魂吗？小爱检测到您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，小爱建议您使用华米公司最新研发的编剧人工智能帮助您。闭嘴。小爱检测到您的负面情绪指数上升，您最近有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？小爱经过对您近期活动分析，发现您因为剧本投标产生了情绪波动。为什么？明明都改了这么多稿了，这种剧本 AI 你怎么可能写得出来？小爱已阅读完您的剧本。小爱检测到您的剧本与编号为0196号投标作品具有 99% 的相似度。小爱已将剧本推送到您的电脑，请您过目。